觉得好逼真的、啊、那个根本就是那种那个二战那种枪真枪那种声音是这个就是那个德军那一把、啊、所以它的真实感呢、啊、就是比那个电动枪好玩，就是这样子，太真了。但是这个就是第一个是收藏了、啊、第二个你在后院里面打个、嗯、如果拍影片的话也可不错，电影就拍那种电，像是那种一般电影抗战的小短剧那样，像小短剧那样子，微电影那样子也可以。那个你都放在口袋里面，随便这边放两只，这边放两只就可以了，对不对？很轻便，很转换很快。不怕那个漏气哦。咬牙开灯，好开。你看那个电影啊，因为你看电影。经常看到背一个德军，怎么还都是这个呀？对。我想说，要么问他们说，以后会不会出 DP 二八？高调。好，来让你们试，自己去感受。哎、欸，这个后座椅真的很屌哎、欸！不，你射我。我也拿把枪。好，三。它的很舒服，很舒服，然后它的重量就是差不多那样，对，一比一那样子嘛。它那种感觉啊，跟电动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可是他们它的真枪的话，单发也是这样子，对，也是在这边，对，哦，所以以前他们打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哦。是单发的话。你知道吗？他那个这样出去的时候，气是很快的，所以其实正常状况之下，为什么以前的人都设计不出来，做没有办法做，肌肉就没有办法做这种感觉。嗯，他就是因为他气打的时候，啪就整个喷出去，我也没办法就给他就没有办法那个感觉，没有办法给他收束啊。然后呢，电动枪是因为它靠电磁滑控制，所以棒棒棒棒棒棒是可以的，啊，所以他的感觉就没有办法相对。啊，这个等我们把它设计成功了之后。他那种感觉就是像你们刚刚玩那种叭叭叭像真枪那种感觉，你们晓得吗？504只的左轮退，我不是把它退回来修理吗？哦哦哦，那左轮那个，他说破货摆了一堆，这个破货改造手枪，我的屁眼，破货改造手枪，这个全部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客人要修理的，你知道？因为他那个扳机啊，扳机一定要一般来讲扣到差不多80%的时候，你就要整个激化掉了。可是他那个一定要。到这里硬挤，挤到这里才能够挤花。那个是当初生产的时候，可能我们里面没有弄好，还是这样，我不晓得啊。整批货就这样出去，所以客人发现他说这个不行，他没有办法接受，我就退回来国货，退回来修理，修理早就整批出去呀、啊，就这样而已、啊。哎、嗯，这样被压扣在那，然后就被压扣了。然后我想说，他说要再申请进来，因为他是4.5mm的嘛，嗯，你要再申请进来的时候非常麻烦。非常麻烦，后来他们就说你要去什么当做什么去申请啊，怎么样申请？我想说靠呀，怎么这个怎么申请这么麻烦？你怎么去申请啊，对吧？后来我就不要了，我说我报废好了，我不要了，因为就把它报废，然后我重新做新的给客人。哎，隔天第一天，哎，隔天还是隔两天，我忘记了，突然间新闻就爆出来，就这种事情，我觉得我都被陷害了。哦，对，一个那海关嘛，对。那为什么？因为这徐国勇不是要当那个当刚刚上那个内政部长嘛、啊？那个警政署他们的副署长就要邀功，所以后来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你知道，这事情爆出来之后，连他里面都很 complain 说你这长官怎么不上道？人家那个做外销的做那个好像做了那么多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就黑别人。对对对。那为了那个功啊，邀功那样子。对，啊、那种事情哈、哦，那种事情就是不是刑事责任的。嗯，是刑事的，刑事就是公诉的。嗯，哦，它不是民事，刑事的，一上去了，你就是要走完，一定要走完，一定要把全程走掉。没办法，所以到现在还在走。你还快再中两次，再过瘾一下。干嘛舍不得？没有啊，来了啦，太大了，唔加惊哦。他还没忘，他前面还有，前面还有。其实说真的，现在的玩具人跟外面你要去真的区分哈，实在是没有办法区分的，不容易区分，在照片上没有办法区分，没有办法区分它是真枪是假枪。但是你要改造要什么，那绝对可以区分。那一定可以。玩具枪跟改造，什么叫改造手枪？改造手枪是模拟枪，或者他们现在操作枪去改操作枪去改装的。操作枪是因为它跟模拟枪本身在台湾就是禁止贩售的，就是不行的。
那操作枪为什么叫操作枪？有很多人喜欢那个模拟枪，嗯，那模拟枪里面的结构什么跟真枪是一模一样，它只是插在枪管那边有十字钨钢，嗯，把它一体成型做出来的。所以你如果要用模拟枪去改造的话，其实那个枪就毁掉了。然后在台湾人很聪明，他们想要正好去玩那种感觉啊，像真枪那种感觉去做操作枪。可是他操作枪是把那个撞针击锤那个那一部分那一块。那一块把它想办法拿掉或是怎么样，可是有些人就专心专门要给人家去这种机会的，他就有这个卖零件，那个卖零件，然后这个就空的整只枪去卖，然后就改，然后甚至有些像最近破获的风龟杀那个有没有，那种的就专门去找这种东西来改来那个换零件。可是那一种的如果是干的，那你就很容易改成改造手枪，所以那种我们都不赞成。我们常常讲说，像这种他们有人去做，他那个就犯罪意图的那种的，那种你就抓去关嘛，你就跟真枪一样去判罪，那个判一样的就好了，把这个事情防止掉嘛。结果他们不一样，他们把那个当作是玩具枪，玩具枪的刑事责任是比真枪、自食手枪那种低很多。所以就算说我今天是拿自食手枪做犯罪来讲。哎，人家警政署要抓我，那警察、警政单位要抓我们的时候，被抓到或是怎样，那我们拿这个去交差，拿玩具枪去交差，他的刑罚会比较低，所以造成现在就是玩具枪啊，很多被人家污蔑，你知道吗？搞成说你完全容易让改。可是当我们如果说去了解玩具枪啊，里面其他的结构，像我们是 CO2 的结构是控制气体。像他们玩的你们一般玩的是瓦斯枪，瓦斯枪也是控制气体，控制气体里面的结构都是不一样，而且一般这种的都是锌合金，就是软金属，嗯，对不对？它钢的不多了，有了，为了更正确就有了。钢制零件比较少，对，还是比较少嘛。那你说手拿更不用谈嘛，所以我们，然后所以说，你说它跟真枪怎么去改造啊？那一般谁看得到？看得懂？一般呢、啊，人家不懂的看不懂，就是。除非说有人拿这种，就是说只靠外形，然后拿来就要去犯罪那种，我跟你讲，那种根本就白痴，像黑枪一大堆了。你不要呢，人家拿着，不要说拿黑枪了，人家拿这种我这种 home defense 的，叫做刚刚讲的这种 home defense 的这种，或者我拿刚刚 PPQ 那种的，那个叫做家庭防卫系统，那个拿出来你就痛死了。气弹呢？你们打那个气弹吧，以前那个气弹，对不对？那个气弹点六八那种的，那种打到皮破血流都会有啊。可是为什么他们合法？因为他口径大。那 BB 弹为什么这样不合法？因为他口径小，打的时候他怕穿进去。其实你说现在的 BB 弹会打到像那个气弹那样子逼近严重的，或者是说头破血流吗？不会嘛。可是现在黄了就像蒙兽那种。他这个是改造手枪啊，是不是混在一起这种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厘清的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希望说政府也了解，希望我们一般玩的时候。我们像我们来玩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玩这个好玩嘛，就是去游玩，对不对？我干嘛要去改造啊？我干嘛去弄呢？我们不会嘛。那会想改造的，就是说像风飞沙等等，就是可能有一些背景有问题的需要那个，那个才会嘛。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完全不通挂的，完全不通。那你说也不需要去分说啊，外面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因为你真的拿那个犯罪的时候，就算说你白痴的拿这个样子要吓人那种的。那个提钱还是提啥，你都叫怕死啊！都卖公啥掉。好了，我们去那边走一走，喝个水吧，你们。啊。哥，我还没吃过。好，那你继续。试过。OK， 这一部影片基本上就是让玩具枪业者让他讲出他们的内心话，以及一些他们之前曾经被黑过的一些内幕。其实我觉得政府跟警政署他们应该不需要搞这些玩具枪的事情，基本上真枪都抓不到，现在都搞这些玩具枪，真的有点离谱啊。我觉得蛮好笑的，现在台湾做的玩具枪真的越来越逼真，越来越像真枪。只不过政府跟警政署他们就是很容易想要当这个东西，把它冲业绩，让一些民众误导玩具枪是等于真枪。这样的话，我总觉得好像在欺骗民众啊，真的有点，唉，我懒得讲下去了，真的越讲越气了。OK， 这次影片就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看。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我是郭生，我们下次见，拜拜。Can't sleep at night, so I just keep writing. I don't need no help, I don't need opinions, so don't waste my time then. I just been living on my city, don't show me no love in this fine. My local radio stations, I got more plays than all of these rappers combined. I'm going again, I've been going in. I'm fed up with so many things, I gotta just let it all out.